相机在遮，照相机啊。前进，前进。上传了、啊，少太多了。他、啊、一般旅游的都很少人会看。你信不信什么样的影片都有市场？那些足歹看的物件，讲讲嘛是有人喜欢看。拍一些无聊的画面，看到就会爆红。也有人专门拍天空，还是拍海洋，拍什么东西？做素材，让他剪辑，对，让人家剪辑用的。今天拍个摩托车，拍个脚踏车都可以。乖乖要下去游泳吗？阿妹帮助你的。小乖下去游吗？真美。很脏对。小时候要泼的哦。你跟小叔说那水很脏。那水脏才要泼啊。看起来好像是蛮干净的。那个水有在流动。是小叔要泼的哦。算了，奇怪啊！那你还一直摸一，手还是手要再摸。你小心要泼了。等一下，旁边会有恐龙跑出来吗？你小心要泼了。我今天来最适合。老美都安雄鹤。大太阳。今天可以生住耶。哦，像昨天那个大太阳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九点决定出发是对的。他说想说哇，早上他们六点多就起来了。六点多啊？哎不，麦克昨天没有跟你讲吗？有啊，他没有那么早起哦。但是可能下雨。好，乖乖的电话。有城堡。六点多就说了，我马上。旁边有城堡，有国王吗？啊？有啊，但是他还是觉得很。新加坡了。我说我们会。这边有城堡。我原本说要带你们去晋级的巨人呀。晋级在哪里啊？苗栗。苗栗那玩什么？室内的。对，下雨天有很多可以玩，包括那些旋转木马、咖啡杯，啊 ，3D 射击一块都有。门票多少？那一个人好像也是不便宜哦。爸爸，你不要住在那里啊！不要啦。上顺了。
乖，不能叫爸爸波一哥哥，爸爸自己会波。那里有巴黎铁塔，那个是披萨斜塔。嗯。披萨斜塔。不会睡啊？怎么会有音乐啊？乖乖。晚上要去吃烤肉吗？那个是歌德教堂。那里关还可以。美湖啦，你无定直接去是碰一鼻子灰啦。那边有糖果，糖果城堡啊。有啊，那个俄罗斯、啊那个哪里啊？我原走那边还是有人在。哇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要进去冒险的。哇，巴黎铁塔，还有这个好恐怖哦！哦，爸爸，明天回来。对啊，你这种警察鬼啊，你，玩不如恐怖。对啊。哇，巴黎铁塔耶！这是我的。他每一个，这都是韩国来的吧？那每一个脸都长得一样。小小世界那个比较可爱。小小世界那每一个都客制化。起来应该也惊到。而且那个照片去取还要钱。加六张，500块。哦，你该说20块那个衣服费，他总共给你多照4-5张呢。好，来这边，再玩别的。